最近几年，中国武器在全球军火市场逐渐打开销路，依靠高超性价比深受很多国家青睐。事实上，中国能走到目前这一步相当不容易。毕竟不管哪个国家，在武器销售时不可能不掺杂目的，比如要求对方给予开矿权、铁路修筑权等各种权利。因此初期中国这些举动曾经让马家提出质疑。不过随着中国武器畅销之后，马家也打消疑虑，不断加大从中国武器购买力度。目前在全球武器销售榜单中，美国出口量仍占据榜首，法国也有不错销量。德国武器质量虽然好，但是昂贵价格极大限制其销量。俄方由于遭受美国制裁，导致很多配件断货，因此近几年武器销量有所下滑。近日美媒报道，在阿联酋防务展览上，沙特与中国签订诸多武器引进协议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彩虹四 B 无人机。沙特不但要采购大批该无人机，并且还准备引进该无人机全套生产线，总成交额超过100亿美元。目前沙特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激战，虽然沙特从美引进大量先进战机，但沙特飞行员素质不敢恭维，因此只需遥控操作的无人机便成为沙特最佳之选。中国彩虹四、彩虹五无人机可完全满足沙特作战需求。据沙特军方评估，中国彩虹四无人机整体性能可媲美美国捕食者无人机。彩虹四一次性可续航数天，即使携带9枚导弹也能一次性巡航30小时以上时间。如此性能可助力沙特军队对胡塞武装实施全天候监视，更顺利实施控的协同打击。除彩虹系列无人机之外，沙特还从中国订购一批翼龙一以及即将研发成功的翼龙二无人机。然而在中东军事贸易全面开花的时候，中国在南美却遇到一个硬茬子，被老赖厄瓜多尔给刁难了。据悉，厄瓜多尔以前和中国签署过防空雷达引进合同，总价值为6000万美元。在支付首批款项3600万美元后，俄方顺利得到中国提供的雷达。然而在使用4年之后，俄方却突然反水，拒绝支付剩余款项，给出的理由为雷达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作。事实上，中国该雷达曾出口到巴铁、泰国等多个国家，目前只有俄方无理取闹，要求中国赔偿的同时，还准备继续使用该雷达。针对这样的客户，中国也没有过多精力与其纠缠，以后若与俄方继续开展军事交易，一定要多留个心眼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